超型再踩同记猛整啊出备。嗱嗱嗱，今次超型咧好清醒噶，绝对冇退烧药沟减肥药，仲有少少猛整啫。虽然前晚孖住嘅唔系密友林爱儿，但超型一样尽情扫货。咦，忽然变身 girl in black 嘅，戴埋对私家手套上战场耶铺啊！哦，原来系会合细佬，在意大利餐厅同四太家庭咯。查实阿超型咧，自从埋同记之后乖咗好多噶啦，话唔夜铺唔拍拖，正面形象翻晒嚟。之前是蛇年出世的，今年是本命年，由于他的出世日子和今年的流年呢是天干相冲地支相冲，其实六十年才会冲一年的相冲的。在整体上来讲呢，这个相冲呢是代表着他的情绪变化啦，同埋真的很不开心的。话超型桃花衰旺，但今年不适宜拍拖，留返弹药出年先喎。